怎么会知道阳台这一位？我遛狗啊，遛狗很大。现在的阳台很小。争那些，你跟居民争那些没有意义，而且受害者还是都是吧。你说你要回去干嘛？去挤尿啊，就是后来没有办法住家里。我之前其实开店，我还是住家里，对吧？就是后来因为赛赛他们来之后，就变成要住在店。
然后就是他粘到粘鼠板，然后为了要挣脱粘鼠板，就自己把自己尾巴扯断。然后扯断尾巴的时候，他这边有很多的神经嘛，然后他其中一条刚好就是影响他排泄的神经就断掉了，所以说他就没有办法排泄。很老了吗？还是很年轻？很小，大概不到一岁。他只是因为他受伤啊，然后脊椎神经断掉，所以就是没有办法吃。他有时候碰起来也是有点。发生过好几次啊，就是反正认养人都会先拿他们家体笼来，一眨眼现在就自己跑进去，然后坐好端坐，就觉得很好笑，就反正就是帮他抽牌，抽他的心情，就一翻牌之后大家都有点笑不出来，因为其实赛赛他翻出来的牌是他很想要一个家，他知道这个笼子是就是要带他离开这个地方的。所以体表打量是带去看医生，算是检查啦。其实算检查，因为这种要急尿的啊，就是有时候会的话就会把他的内脏给尿坏的。受损完之后，其实自然他大便就会出现一些问题，然后本身你在帮他挤，他可能会觉得不会很麻烦。我跟你讲，他怎么试着重练，他其实不会那么难控制。不好意思。对你可能太紧张了。嗯，但是因为他之前比较不会走，比较至少大便都是一整条的。基本上他没有很痛，所以他其实都还。神经那个也没有办法看什么。嗯。所以大部分也都只能这样子估。啊，我变成说可能就一年帮他检查一次肾脏。对，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养过猫，比如说它可能在抓东西的时候，你可能要试着去制止它，可是
是不是应该是就比较不要养小猫，而是成猫？你自己觉得？任何的状况都是，任何的猫啊都是这种状况，就是假设说它有行为是你觉得说，哎，好像跟你的生活原本是有出入的，对，你第一你可以先教它，比如说它抓沙发这件事情，你可以先教它。可是万一它教不听的时候，那你可能比如说你可以去买个布把沙发盖起来。我了解。无法避免的事情就是去防范，哦，类似这种状况。有可能。对啊，我可爱。小的就是这样子啊，可是过完，看起来过完是行。那像我们刚开始适合就是在假设我放在三楼，因为主卧室就三楼，对。它适合用这样的笼子关吗？不适合，我不希望他们关笼子，对，所以基本上可以不需要去花钱买笼子。其实我也很希望你给我们建议，就适合养怎么样子的猫，不是说。因为原则上都是，即便我们有很大的心，可是怕真的，譬如说白天或者是什么时间比较忙，没有办法找。它其实哪些猫是比较稳定或比较适合这样的家庭的，他们也会愿意不一定说一定要，因为搞不好有更适合的。因为其实不管你是认养这种小只的或是大只的，你都要先学会怎么去判断它是它的身体状况是不是不舒服。不是说大猫就可以就是比较舒服，大猫有时候其实反而麻烦。对啊，小猫也不是说小猫比较简单，小猫有时候也很烦。都有各的吧。对，我了解，虽然养小孩子有小的有小的麻烦，大的有大。对，因为其实养猫这件事情哦，我们大家先研究好，然后再带回家，这样子你自己比较好生命。对，就是而且你比较不会手忙脚乱的。我到时候传一些东西给你啊，你跟老公不是对商量一下，然后请他过来看看，不一定是他，也可以认识他们，也可以认识他们。对，其实因为小猫那只真的非常的可爱，它长大很漂亮。对，我也觉得。好，就让我想想看。好，谢谢。认养后来的结果呢？一天，他们就全家人一起来，包含爸爸一起来。然后我看到全家人一起来，我那时候心情其实还蛮开心，我想说，嘿，大家应该是有望哦，就是 OK 的。好像爸爸比较喜欢踏踏，对，爸爸喜欢踏踏，然后因为他觉得不是老猫，就是成年的猫比较稳定，他喜欢这样子的猫。然后好像儿子比较喜欢小猫，应该是回到家之后有再沟通了一下，啊，发现说，哎，目前家人没有办法有一个共识。我觉得没有关系，就是你认真有评估过你自己的状况能不能够去照顾的话，其实是我想要的。我觉得你心态要先准备好，你要先准备好你即将迎接一个麻烦回家。你不要想说你只是带一个很可爱的毛球回家，不是。我也是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认知，而不是说，哎，就是我想养一只猫，我想养一只狗，可是你好像只是想要去，就是比如说你去全联买一包泡面一样这么草率，就是不是草率，就是这么随性的一个决定。像送养这件事情，我没有办法随便送，或者说我一定要找到一个理念相同的人，都是因为就是我曾经送养出去的动物最后死了。然后那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不可置信，因为他们死亡的原因都是我当时候就是跟对方说好不能做的事情，可是他们没有很，他们或许当时候答应我，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得很确实，然后最后就是因为这样的状况就死掉了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。不要只是当下答应我而已，你要真正的去了解为什么你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。你不是对不起我，你是对不起那一只就是信任你的毛小孩。是因为饲主他如果不是真正的去了解那个严重性的话，其实你可能只是让就是这只毛小孩就是用死亡，对啊，来告诉你为什么。我觉得他们跟我们一样都很重要，每一条生命都是啊，对啊。
其实真的很感谢，就是我这间店居然撑得下来。可能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很有心，可是不晓得要怎么去投入，就是有关于流浪动物这一块，其实有很多贫穷的生命，他们其实只是需要一点点。